大家好，我是黄岩，欢迎收看此期视频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产品 HPMC， 全称为羟丙基甲酰胺素，在此期视频中，我将介绍我们公司如何检测 HPMC 的干燥适中率，也就是含水量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以上视频就是我们如何检测 HPMC 的干燥适中率。我们样品的结果又为 2% 低于 5%。 不过在这里我们继续谈一些跟含水量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。在 HPMC 的干燥过程中，因为 HPMC 需要避免过热或持续干热，否则可能会引起产品的热降解或者溶解性降低，因此酰胺素醚不应干燥太彻底。不过根据相关要求，含水量一般控制在 1% 到 5% 之间。同时，因为 HPMC 具有一定的吸湿性，产品在包装入袋时如果密封的比较好，它可能会吸收少量或者不吸收空气中的湿气，一旦开封它就可能再次吸收，因此剩余的 HPMC 必须要进行再次密封。好的，这次就是视频要给大家分享的如何检测 HPMC 的干燥适中率。如果你对我们的产品或者视频有兴趣，请持续关注，因为我们会推出不同的视频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相关的介绍。此外，我们建筑级别的 HPMC 主要用于各类建筑材料中，比如砌筑砂浆、抹面砂浆、各类腻子粉、石膏、瓷砖粘剂等产品。此外，这是我们的产品包装，尚顿品牌。你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或者百度尚顿酰胺素进入我们的官网，对我们进行相关的了解。好的，这是此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